湖人客场不敌开拓者，北京时间10月19日上午10点半， NBA 常规赛继续进行，湖人做客对阵开拓者，詹姆斯迎来首秀，湖人在首节曾建立起两位数优势，不过开拓者后来居上完成反超，双方陷入拉锯战，湖人在末节再度被拉开分差，最终没能追回比分，最终全场比赛结束，湖人在客场以119-128不敌开拓者，龙德扛住对手上篮命中，开启了本场比赛的序幕。湖人连连打成转换进攻，詹姆斯快下暴扣打停开拓者，在开局以10-4领先，暂停回来，莱曼飙进外线三分，麦克勒姆两发全进，开拓者追上了比分。集中，龙多连续送出助攻，詹姆斯打成一记2+1，上篮和罚球稳稳涨分，湖人逐渐拉开分差，半节还剩5分钟时，科队以25-15领先，但是随后湖人在攻防两端都出了问题，开拓者趁势打出19-6的攻击波完成反超，在开拓者的进攻高潮中，斯陶斯卡斯连续命中三分，首节结束湖人以31-34落后，次节开始斯陶斯卡斯延续出色的手感，再进两记三分，开拓者继续保持领先优势，随后哈特拉赶上来打成2+1，但是斯陶斯卡斯片刻就回进5分，特纳和埃米奴进攻得手，开拓者扩大领先到50-40，节中麦基突然爆发，湖人中锋在半分钟内2度送出盖帽和暴扣，直接打停了开拓者，本节后段两队比分焦灼，随着特纳补扣打将，半场比赛结束，湖人以63-65落后，中场休息回来，双方进入状态都比较快，在开局就形成对攻之势，阿米努篮下迎着麦基暴扣，后者也有得分回敬，不过麦克勒姆和利拉德接连投进三分，开拓者在6分钟27秒时以79-72领先，随后的2分钟英格拉姆以突外投连拿4分，哈特抢断助攻库兹马单手劈扣，湖人将分差缩小到1分，鲍尔凭借罚球和上篮拿分，哈特命中湖人本场首个3分，客队曾短暂取得比分领先，不过开拓者进攻屡有回应，随着哈特投进压哨3分，第三节结束，湖人以91-93落后，末节伊始，开拓者连拿5分拉大分差，詹姆斯连把带突拿下5分，随后助攻鲍尔飙进3分，湖人仅以100-101落后，但是利拉德左侧出手命中3分，斯陶斯卡斯也来一球，湖人立马请求暂停，随后詹姆斯转身上篮命中，利拉德和麦克勒姆联袂拿分，开拓者扩大领先到114-104，湖人再度请求暂停，英格拉姆罚球命中，利拉德三分被吹无效，麦克勒姆外线打进三分，虽然哈特、库兹马和波普接连投中三分，但是为时已晚，最终湖人在客场输给开拓者，两队首发开拓者利拉德、麦克勒姆、莱曼、阿米努、努尔基奇、